WAKWAK JAPAN 推出全新旅游节目，天天都有不同的景点要介绍给你。在熊本县有当地的吉祥物陪你去旅游，带你认识这里独有的地区料理跟风俗民情，快点把握机会，发现日本各地不同的魅力。收看享受日本美食、旅游、文化吧，在以下时间播出。